么在这儿？不是你叫朕来的？我？你找朕商讨要事，为何要穿成这副样子？是皇兄偶让我穿成这样的。编谎话也不编得像一些。这是皇祖母亲手设计的衣服，让我帮她试穿。她已经去找女画师了，说要把画像画下来，让我在这里等她。那这蜡烛呢？这蜡烛，她说是要搭配衣服的色调。朕刚才还疑惑，为何是李公公来通知朕，说你有要事要与朕商讨。哎，原来啊，我们俩都被那和蔼可亲的皇祖母给骗了。何为骗？他老人家也是一片苦心，我们这些做儿孙的竟让他如此费心。难怪他之前跟我说啊，你是头毛驴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什么毛驴？说你是倔毛驴。我是毛驴？那你是什么？我啊，我是野马呀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董小姐，看来朕今夜要在你这儿委屈一晚了。哎，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是委屈啊？天气怪凉的，睡地上多不合适啊。你睡这里。我？好好好，我睡就我睡。反正啊，你是我新圣宫的客人。这是风口，我给你挡风呢。看来哀家的方法是奏效了。一会儿哀家走了以后，吕离不许让任何人打扰他们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太皇太后，要是有人敢坏我们家娘娘的好事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嘘嘘嘘嘘。